住护标唱功了，在我心中自由走动。哦，真的，我很久没有听到声音这么好了，真特色，好想跟你合唱。哎呦，我就想要爱你的冲动，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。究竟是谁得到 Alpha 的大力称赞呢？每周超市东森，我爱男子汉。午后萧亚轩来开课，团员程度却差很大。带动的时候会容易会要上下。对，很多人都以为胖的人不太会弹，但我可以听听看。过年了，精神科门诊还是有。头发一定要飞起来，好性感呐！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我甲你上好就到这，为了我一定无感觉到这动的。喂喂喂！哇，你只有一个调，在你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一个。上次有最低调，稍微试最低调。我怎么办？那你会不会 rap？ 邓紫的 rap 你 rap 没有办法唱歌。你会 rap 吗？啊，来一段 rap。我他妈底对底加底加。那你会 beatbox 吗？那你会什么？他会讲笑话。他会讲笑话。会唱到一半讲笑话吗？我唱七十二个字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待会想办法看怎么办。白嘉伟的状况，就连建宁老师都束手无策了吗？来，你会唱，你唱 rap 吗？好，那反过来，你们三个唱。好。你的光照像仙境，我最后才清醒。Yeah. 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。Yeah, watch out. Rap 会是这组成败的关键点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。SHE， 我是 Selina， 我是 Hebe， 我是 Ella。好，确认吧。谢谢焦哥，谢谢焦哥。我们今天带一首 SHE 的《热带雨林》，感恩感恩。揍你们了！嘿，我怎么又开始想念？过去一切已很遥远。如今都已无法挽回，冷风过境，回忆冻结成冰，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，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，痛苦全方位的降临，悲伤如侵，誓言下落不明，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。你像在寂寞上空盘旋的秃鹰，将我向你啃食干净。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，你的谎像陷阱，我最后才清醒，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。哦，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悲伤的雨不停，全身血淋淋，那深陷在沼泽我不堪的爱情，是我无能为力的伤心。哇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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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一切已遥远，从来不说明，如今已经无法挽回。那天我在你家的路上，想要对你说，看着你心虚的脸孔，你没说话，转向走，为什么要离开我？那天我在你家的路上，想要对你说，看着你心虚的脸孔，你没说话，转向走，为什么？
那深陷在沼泽或不堪的爱情，是我无能为力的伤心。完完，这个 ，Oh my God， 我都忍不住了。你知道后面男团有没有在摇手？他说。傻在这边，有一种是同时有两个人在唱歌，是唱不同歌，然后到底我要听谁的？我的天哪，那个是来来，然后你跟你先讲一下好。其实老实说，整个秀的设计上，我认为是有诚意的。那至少就像我前面刚刚讲，就是他们至少在这个环节上面，要知道哪一些人可以补强不同的东西，但是就是补没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。好，那小米老师姐姐就是小米老师。张玉杰老师，我还蛮喜欢他们的表演的，就是很就觉得很可爱，跳痛是不是？就觉得也太幽默了吧？那谁，庄瑶萱，你是看不惯，就是他有多么的理直气壮的乱rap。我觉得要是我真的会很不好意思，但你就是好理直气壮大唱用力的 rap， 我觉得这种我不是在笑你，我是说真的，这种勇气是这样，你是笑他，不是。谢谢就这种勇气是值得嘉许的，就不管自己，就你不管你今天要表演，不管你表演好不好，你就是要把表演出来，就是是一种表演的诚意，然后观众也会被你感动。刚开始我们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被你吓到了，但后来发现你真的坚持一路走来坚持下去的时候就去了，就是你也会觉得说 OK 啊，那也是他的路数。这小米讲到重点，你知道就是差别在哪？因为 rap 是一种态度，他是把文字那个在节奏里面把它完成。念 rap 的态度大概要像这个样子。Hello， 曾经创造的感动，每分每秒挂在你的心中。记得那天抬头望着天空，手指天肩并肩许下的承诺。Yeah， kiss。Yeah， 态度。不是说大声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还要跟着那个节奏的 flow， 因为你刚刚我不知道你要听他们后面背景声音，还是要跟节奏，然后整个就是乱啊，真的。对，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也是令人惊艳的一组啦。那不知道分数会怎么样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看一下。对对对，五分。小松老师给的分数是5分，建明老师的分数是6分 ，Andy 哥的分数是7分。最后小米姐给的是6分，耶！总积分是29分，哎呀，比我想象中的高，真的吗？比我想象中的高，比我想象中的高，对。但是还是要进入失败区啊，因为未达30分。认吧，认吧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会再努力的。分数怎么样？认吧，你觉得？不是很满意，我不是很满意哦。对啊，因为就是。那你的 rap 你有满意吗？没有，就是也太直接。对啊，就还需要加强吧，有点太紧张了。对啊。哦，那还是要感恩一下评审啊。感恩评审，谢谢。好，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的表现。耶。我觉得我刚就是有一中间有一段是要哦的部分没有哦好，所以就有点拖腰。已经没人在注意这个。一分哎。一分，对啊对啊，好，超可惜的。第九组表演的是以流星雨红遍全亚洲的 F 四，他们能够诠释这种畅销金曲，带大家回到过去吗？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。小松老师，首先让这组试唱一段，先行了解每个组员的歌唱实力，缩小整组的实力落差。你那个了的日跟了是要分清楚，让让不是让让让让让是热浪的浪，让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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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组咬字不标准的问题让小松老师紧皱眉头。小松老师有办法拯救他们吗？梦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。练一下。好，感觉你像是陈雷在唱。
知道，就是那个 king 啊，你会讲哪语的？喂，我有没有？好，我东西拢得讲哪语？我一点嘛，一点嘛，一点嘛，没认真。没认真。啊，你国语也不好，你台语不好。OK， 牵你手，牵你手，手，手手手是牵舌音的啊，手，牵你手。牵牵，牵牵你你你你你你你对你的嘴型哦，你嘴型要开，牵你手，牵你手。我发现你们这是要上一下就不明白了啊。孙生呢，你是一个很活泼的这个个性啊，但是团队里面表现在舞台上不能凸显自己的个性。对，你虽然很顽皮啊，那但是呢，有时候太凸显这种个性，而你做出来的东西不好的情况之下，拖累团队，就会被讨厌，被讨厌。你要搞清楚，就是被讨厌，不讨喜。对，你想被淘汰？不是，不想被淘汰啊，是我很好练。所以你要把你这个最差的那个地方一定要把它练习出来。OK， 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佑君也是，就那么一个字，那个字都太明显了，好吧？好，就这么简单一个字啊。这个只要改正那个字，从此一帆风顺。咬字标准的问题会是这组过关的关键吗？男子汉优质美声评审夸赞潜力无限。爱你，所以离开你，眼泪是回忆，就让它随风去。我觉得因为综合分数这组算是最高，首先是外形，他们四个人，你看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型。整体而言，我觉得这一组是一个综合分数大概有85分。哇塞！如果说这十组啊，我觉得最有潜力能出唱片，我觉得是他们。哇哦！